咳嗽。食道汤一攻下去，病人会上吐下泻，这就好像当时的病人的状况呢，就好像一个吸管，我前面讲插了那个空的吸管放到水里面去，你按到头，水就在这边，对不对？你上面一出来，痰水一排掉，下面水就出来，小便你马上利出来。这个时候我们都是在利小便。张仲景说：“下利则死，你如果攻大便，他就死掉了。哦，要攻小便，所以一定要把小便攻出来。好，小便攻出来。那食道汤如果不是食道汤，它梗在里面呢，我们好过去呢有金方家用甘水，好、哦、还有牵牛。”好，牵牛。你如果到药房去买甘水牵牛，药房里吓到了，哇，这个怎么？我有一种药不能卖，那你要这干嘛？啊，你当时不要进来就好了嘛。好、哦，又买了没又不敢卖，拿了药又不敢卖，这是药房的心态，很奇怪哈、哦。当我们用甘水跟牵牛的时候要等量，而不是只用这两味药，这两味药只是其中两味而已。好、哦，会用甘水跟牵牛呢，就是。把《黄帝外经》导出来的陈士铎，哦，他的在这个他的这个《三阴论》里面哈，《三阴方》他里面写到，就是在《十四秘录》里面也有提到，用这两味药，加减的处方呢，病人胸胁苦满一样，小柴胡汤的加减，但是好、哦，如果病人没有胃口，没有胸胁苦满，没有恶心的现象哈、哦，这时候我们用桂枝汤的加减，好、哦，那如果说病人已经没有元气的打嗝的时候，这时候用茯苓四逆汤的加减。啊，茯苓四逆汤加上甘水牵牛，这个甘水牵牛的使用呢，你可以各三钱，等量啊，都是等量。那你三钱的时候，不是一副药三钱呢？你九碗煮成三碗，一副碗药不过一钱而已啊。所以你看到三钱很可怕，实际上煮完的时候吃就一钱，对不对？就一钱。好，那吃下去的时候，病人会大下小便，好出来，呕吐。临床上应该小便会出来，可是呢？这个病人只要西医碰过，尤其是做过肝的那个肿瘤，他们做栓塞做过以后哈、哦，效果以后都不好，或者做切片啊更坏啊都不好啊，或者是开了刀以后都不好啊都不好，那以后都很不行的。好，那如果是开始的时候没有积水的时候，你不需要去食皮啊，一看到肝有问题，对不对？我讲过，肝出问题的时候。现在的医学认为说肝是隐形杀手啊，隐形杀手其实不是隐形的，是显形的。怎么隐形呢？我看得很清楚啊，啊，所以隐形是他，不是我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我们看这个半夜呢，啊，一点，啊，到三点醒，每天晚上一点到三点，不管什么他到哪里去，啊，即使很好玩了、哦，在美国东岸，因为和西岸差13个小时。就他从东岸飞到西岸睡下去，还是当地的时间3点钟醒过来，1点钟醒过来，好到3点钟才能睡，好，那回来的时候还是一样，都是当地的时间，所以不受时差的影响，好，那连续这样子要2年呐、啊，天呐、啊，2年以后才看得到肝癌，这是我的临床的经验，因为我看了肝癌的病，我就问他，他每个人都告诉我回报通通是2年，这是问了病人问出来的吧？那你还有什么证据？哦。我绝对不相信那个人哈、哦，一辈子没有看过病，就躲在实验室里面，躲在自己的窝里面，在那边研究病，他们病人没碰过，这种人也在说讲解释病情，他根本没有看过。我们说没有吃过猪肉，也要看过猪走路，对吧？那猪走路都没看过，在那边闭门造车。第一个症状就这样子，第二个症状呢，脸色气色暗。哦，所以当你气色很暗的时候哈，很黑暗，那奇怪怎么那么暗？这个时候就开始动手了。好，气色已经不对了，就可以看到眼睛周围呢青色的，哦，因为眼睛周围是皮土啊，皮土，那你是木克土，气色的话，眼周围，啊、哦，哦，眼睛周围呢青色的，哦，就要开始动手了，这个时候治很简单了、啊。哦，你加一些小柴胡汤的加减，如果便秘大柴胡汤的加减，你加一些好这种行肝气的药，就好，比如说你的郁金啊、龙胆草啊，好、哦，然后如果他那个胸胁苦满，你不就有小柴胡汤里面，对不对？然后大便排出来，大柴胡汤，然后胃口不好，你加点陈皮啊，哦，里面湿中湿比较盛的话，那你可以加点白术茯苓啊，
那如果是湿很热在里面的话，你可以用茵陈栀子，等一下我们就介绍到了哈，茵陈藁汤啊出来啦，对不对？哦，都可以用啊，有什么难用呢？这个时候就把它治好，不会有那种结果。哦，那如果你把它治好以后，不要去检查，可能它里面还有肿瘤还在那边，可是它是无害的，它代表说它虽然有肿瘤在里面，可是呢，它无害，你的气色都非常好，能吃能喝能拉能睡，又不会小便又被遗尿，对不对？又不会大便又不下痢不止。哦，胃口又很好，气色又很好。当你外症很好的时候，中医认为外症很好，你是没有病的。可是西医的定义是，你要不要相信里面还要去查，你会坏事啊。因为一个肿瘤长起来的时候，长了我指甲那么大，可能要10年。那你如果把它治疗到这个阶段，里面可能还有肿瘤，可是呢，它是无害的。就算是有害，它也慢慢一点点在那边长，因为你身体很好，体力保持很好。那你随时要注意吃的两个最重要，第一个心情要很开心。哦，没事的，唱唱歌，好，开开心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要这个饮食很重要，所以说不要花钱去买营养剂，因为营养越补它就越大。所以说营养剂，因为它把它纯就是纯营养化，它把它精炼过了，精炼过后体积很小，所以你当你在吃善存或者吃什么那个维他命 B12 的时候，你怎么知道是你吃到还是癌细胞吃到？我们每个人都有癌细胞，都有肿瘤，你为什么要去吃它？所以我们应该花很多时间去找很好的食物吃，吃的时候越简单越好，不要吃的很山珍海味。好，那如果说吃素的好不好？当然吃素是绝对好的。好，那有时候是吃点荤的，好，因为是在口腹之欲难忍嘛。啊，吃点荤的那无所谓。但是你真的生病的时候，按照中医的经方的整个伤寒的整个书，我们看起来的话，张仲景呢，赞成吃的简单，而且不要吃太多，大概五分饱。就是随时保持一点饿饿的状态，这样的话，那个饿在那边，你就刺激那个胃气就会起来，就我非要吃不可，有没有？就赢了，哦，因为胃气起来就赢了嘛，哦，所以说保持一点饿，这个时候呢，你又吃的很好的东西。我所谓很好的，并不是一定要很贵的，而是很原始的食物，这就赢了。那可能这个病人120岁，你要活到120岁，就走了，走了以后切开来，可能肝癌有肝癌啊，可是这个人不死在肝癌，为什么？他老死掉了。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病治疗到一个无害的阶段就是好了，不要去再去挖那个政治扫描什么，这么扫，但你自己找死了，自己给自己吓死。好，所以我跟我的病人那个像肝硬化、腹水什么，很多人救回来，我跟他说，你只要给西医检查，我就从此不理你。哦，我跟那个小朋友一样，血压，我跟他说，你只要吃西药，我就不救你了。哦，他一吃西药就犯，耳后的骨头就阴骨就。出现问题，阴骨一出现问题的时候，三个阴骨一出现问题，我们就知道阴实了，里面已经结石了，哦，已经这个阴实则死嘛。可不可以治？可以治，我们会下手治，哦，一当然要放手一搏，哦，放手一搏。可是西医说我不要，我要做化疗，那你怎么办？我只好放化一搏啊，放化，用化跟你搏啊，对不对？没办法了，你给他治我就不要治啊，要写切结出来，说他治不好，写切结出来给我，结果西医他就死在医院里面了。好，那你要赌一命，赌一条命也可以啊。你觉得人你有好几次的机会也可以啊。好，好，这个我们公布出来，不要大家好好的去帮助一些人，救一些人。好，该下手就下手。好，248条，阳明病，治汗出，自己会流汗。那碰了医生了，哎，你这个是太阳症吧？给你发汗，一发汗的时候，小便自利者，此为津液内结，虽便不可攻，当需自愈。好，大便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平常呢，攻下去的时候，就发表就是肠液津液亏损了嘛，哈。津液亏损的时候，我们要先看清楚，不要太很急的下手，反正他只是大便不通嘛，不会细啊，不会死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先等一下，看他会不会通。如果有的人是年老气衰的时候，哈，那他即使他要津液回头，他要等了半天，他还是没有力气排嘛，哈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用帮他来导，好像蜜煎导法、土瓜根啊、大猪胆汁都是导便的方式，好，导便的方式。这种情形呢，你如果是老是我去拿猪胆汁到菜场去，那猪肉都被已经是肉了。我到了活体宰场，或者是到那个私宰的才能弄到猪胆汁，真的很麻烦。然后你要给它通进去啊，好，你看
好、哦，这个是蜜。那猪胆汁呢？那你要给它打到肠子里面去啊。好、哦，那以前怎么打？以前是用竹子啊、哦，竹管打进去。那现在呢？你如果是真的这种形式大便排出来，你去用干油锭也可以的，好、哦，不一定说是家里面煮蜂蜜，好累啊，它煮起来，你看蜂蜜怎么煮哈、哦？蜂蜜呢？这个蜜应该是这个蜜啊、哦，更正一下哈、哦。好，你就因为好要做是锅子里面煮，煎熬了很浓了，对不对？浓了以后哈，饺子当然你要搅它，不要烧焦啦。哦，饺子这是 common sense 嘛，煮饭哈、哦。那要把它做成丸，不要很烫的时候手下去摸啊，那个笨啊。哦，啊，等它温了以后再去揉它，好、哦，再去揉它啊，你就体让头就是变成一个倒锥形的哈、哦，头很尖锐，大拇指后面很锥，就是个倒三角形、倒锥形的。好，这个时候把它跟那个大头的就要往肛门里面好塞，然后手挤爆，这时候大便就出来。那这个是不是像做吸的甘油锭，对吧？那你说老师，我他妈这麻烦死了，我煎蜜煎蜂蜜还要再去揉不好怎么办？那你干脆甘油锭的无所谓，反正是从肛门进去嘛，哦，没有从嘴巴进去没有关系，那肛门给它冲出来就好了。好，那土瓜跟方子根本不见了。这会不见，一定是小徒弟，这个徒弟很坏，那个摔倒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有门槛不好，门槛就是常常会摔倒人。哎，张仲景以前是官嘛，对吧？有门槛，官大了门槛就比较高，那小徒弟一定常常摔倒，这个方子不见了。好，这种情况是津液内结，人年老气衰，我们就会使用它。好，通大便，过去的通大便的方式。那这种情形，我刚刚跟诸位报告过，不要你如果说没办法，没关系，用买点甘油锭通也无所谓，我没有反对。没有反，因为甘油锭不会有，反正都排出去了嘛，哈、哦，这个我不反对。我讲过，只要对病人有利的，我们就该做。所以你说土瓜放不见了，老师我非要找到土瓜根，哪那么龟毛的哈、哦？不要这样子哈、哦。那就大猪胆汁呢？你看芥汁哈、哦，那个专门是汁跟那个醋混在一起来灌古道，好、哦，如果中文不好的话，不知道古道，那就问查一下《康熙字典》哦，好。阳明病249条。阳明病，阳明病照理是麦是红大的、啊，就像麦是雌。哎，老师这不对，你看那个麦雌哦，汗就出多，为恶寒，一点恶寒者，表胃结也，可发汗。一般来说，我们遇到阳明病有汗的时候，你只要记得有汗，只要有汗，你开桂枝汤，你即使开得很重都不会丧失津液，因为桂枝汤里面有三个在支援的滋阴的药在后面。炙甘草、生姜、红枣，就你桂枝用6钱，好、哦，白芍用6钱，你后面有生姜、甘草、大枣，绝对不会有问题的啊！你放心用，就是不要用麻黄汤，啊，你不要神经病吧？说老师他已经汗出来还麻黄汤，那不找死啊？就把病人硬把它变成大承气汤症，啊，当然是你的情敌啊、敌人啊，也就罢了哈、啊，那自己人不可以用哈、啊，所以一定要辨证辨清楚，千万不可以弄错，啊。好，250条，阳明病，脉浮，老师，脉浮的表证啊，它无汗而喘，你看了无汗有没有？病人喘，所以麻黄汤是非常好用的，发汗则愈，麻黄汤，好，麻黄汤是治喘，肺里面治喘，还有咳，你这里光看喘哈还不够，不单单是喘，咳嗽也是喘，哦，所以读中医呢，你要把它扩大一点啊，喘是。好、哦、是麻黄汤子，咳嗽也会，所以我们大青龙、小青龙哈，很多处方里面我们会用到麻黄啊、哦，麻黄入肺啊、哦，入肺。好、哦，这个只要无汗而喘者，好、哦、都可以使用。好、哦，因为它表证还有，表证还有，我们就要先去意识，就是只要有表证，桂枝汤证你就用桂枝汤把它解掉，用麻黄汤子你要把麻黄汤证解掉。那你要阳明证要攻下，一定要没有表证才可以。简单讲就是这样子，所以它一个个条面立出来，遇到中风可以攻大。先用桂枝汤，遇到麻黄汤，先用桂枝汤。就算是阳明病，还是先用麻黄汤。汗发掉以后再回攻下，好、哦，不要在一起麻黄大麻黄承气汤，好、哦，不要这样子用。张总，你说不要这样子用，好、哦。那过去我们讲过，有病人弄错了，拿了2包药回家，对不对？想想看，一丢在一起煮好了，省得麻烦。他忘记医生的交代，对吧、啊？他怎么办？好、哦，哎，也好了，好、哦、也好了，啊，也好了，啊、哦，有这种情形，那禁忌是不要在一起煮，好、哦。哦，那你知道啊？有时候病人就回去走在路上摔跤，或者是看到一个女人过去，他可以忘掉，看到你很漂亮，那忘掉刚刚医生讲的话，对不对？其实这也很正常啊，对不对？好，好，251，阳明病，发热汗出，此为热月，好，越热往外走，
意思就是说不会发黄。它的黄的定义哈，就是热没有办法外出。老师，这个人是黄啊，全身黄的。我们的黄有两种，一种是阳黄，一种是阴黄。阳黄、阴黄，你如果看到那个黄很暗，黑黑的暗的黄，那都是很危险的症状。阴黄只要接触到阴都是很危险的，阳黄就是同样是黄，但是很光鲜亮丽的黄，啊，很光鲜亮丽的黄。现在讲的是阳黄，阳黄啊，我们刚刚讲的肝阴黄复合就是阴黄的治疗方法。当然，在经方里面，在金匮里面还有讲的黄汗。哦，黄汗跟这个不太一样，不一样，啊，那个衣服腋下都黄了，那怎么搞那么多黄汗，对不对哈？那张仲景也有出方子，那黄汗的原因就是以前发生在黄河边啊，黄河边那个要摆渡嘛，那风陵渡不就要摆渡过去？以前没有桥梁啊，那我靠摆渡为生，那这个在这个地方渡口等着客人上来以后，一个人多少钱，然后拉到对面去，对不对？拉到对面去以后，然后下来，然后再等第二批再拉回来，对不对？拉去，每天就在做这个工作，就摆渡的，以摆渡为生。那天气很热啊，流汗就跳到水里面去游泳，并不是因为黄河他跳就坏了黄，而是因为他热的时候好流汗，他就跳到水里面去，然后又冷嘛，冷了以后他很舒服，对不对？然后像客人又来了，他又爬上来又滑，又会渡过去，然后又流一身汗，又跳下去，这个造成黄汗，哦，并不是这样，并不是黄河里面的沙太多，好跑到身体里面去。那黄汗有黄汗的处方，跟这个不一样。这里讲的是阳黄，淤热在里面排不掉。那你老师你怎么知道它是淤热在里面排不掉？张仲景就讲啦，阳明病呢，发热汗出，此为热源，一定要有流汗，发热有流汗，汗就热跑出来啦，就不会发黄。那如果呢，但头汗出，只有头出汗，身上没有汗，直到气紧而缓。我们的阴经是不是到喉咙边，对不对？它的只有发汗，它身完全没有汗，热停在里，气紧而缓，停在里面。阴就是里，好里停在里面。如果病人出现小便不利咳、饮水僵者，此为瘀热在里，身鼻发黄，阴沉搞汤主之。为什么会这样子？哈，我们这样讲，这个我们的消化系统肠胃。在中焦，当肠胃有热的时候，汗发出去，汗在表上面，这个热就泄掉了，对不对？现在有表邪啊，顾到它，结果呢，汗没有发到这个热，胃里面很热啊，一直往上冲，往上冲的时候，造成热往上，只有头汗出，所以胃里面是非常的热。那当你热一直往上越的时候，叫越热，越超越过范围越热。当你一越出来以后，里面空掉了，中间会。中焦会空掉，人身体上哈不会有空隙的，哦，你要喜欢说我要给它制造个空隙，拿个针头哈，里面没有药，就是打个空气打进去，你试看看，打到自己身上去看看什么结果哈。所以人身上没有空隙的，当它一热越热的时候，热往上跑，肠热往上跑的时候，结果呢，湿来补胃，哦，一般来说这种的素有平素就湿很盛的人。哦，胖子啊，好湿很盛，像我们这种瘦子，对吧？我现在可以讲，我们瘦子，对吧？瘦子像我们这种瘦子不会有哈，因为湿的都排掉了，哦，胖子就会，好，哦。那当你的湿来补胃的时候，变成说湿梗在中间啦，啊，这整个腹部都是湿，上面是热的，好，哦。那湿在这边很盛的时候，我们人正常的津液呢是这样子走向哈，哦。这个我们的水呢，从大肠里面到了肺里面去以后，肺是肾之母，所以说。肺里面的津液除了主皮毛以外，主鼻孔以外，还有呢，津液的会慢慢回到肾脏里面去。所以肺的水往下降，肺法像天上下雨了，下雨到下了肾脏，肾就好像第八那个湖里面哈，是把水积起来，积起来后小便排出来，好，这是常态，对不对？啊，结果呢，你上面是太热了，太燥热的时候，中间失格到这个水上去下不来了，好，水上去下不来，小便不利。那上去的水呢，但头汗出，全部排掉了，那中间是空的。那病人呢渴啊，因为肺里面没水啊，很渴啊，想喝水啊，
好、哦，喝水这样子，这是为什么造成这样子，小便会不利。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它是有热、有湿、也有实。这个症状呢，是上面是热的，中间呢是湿的，下面呢是实的。所以有三个症在里面。经方是药简利专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开一个药去热，一个药去湿，一个药去实，就是茵陈膏汤就这样来的。它就有三个症，这就是三味药。好，所以经方是药简利专。好，诸位看茵陈膏，这茵陈膏呢，六两，你不要开六两哈，不要六这个吓死人哈。我们的茵陈膏跟栀子呢是等量，比如说四钱四钱，大黄两钱，好，大黄两钱，啊，就这样就可以了。这个大黄呢，在经方里面只有两个地方，一个是调味承气汤，一个是大承气汤。这两个地方的时候，张仲景在用大黄的时候，这个大黄就酒泡一下，为什么？因为就是调味承气跟大承气汤里面有芒硝。芒硝是很咸寒的东西，那大黄酒泡一下，身体还比较温热，然后就不会比较保身体，不会伤到啊，不会怕肠胃伤到，只此而已。其他地方都是直接大黄就丢下去就好了。好，那茵陈膏汤呢，是茵陈跟栀子呢两个是等量，茵陈专门呢去湿，中焦的湿，好，大黄呢去下焦的实，栀子呢去上焦的热，所以去热去湿去实。因为它是阳黄，所以茵陈膏又可以，因为它能够去湿，把湿从小便利掉。所以我们吃茵陈膏的时候是小便利出来湿，小便非常的黄，非常的暗，有时候黑的，像看到是黑黑的一样，很那就黄利出来哈，从小便利出来。所以茵陈膏汤是去黄的专剂，专用的剂量。好，我们临床上这个看到是急性肝炎，都是这种茵陈膏，都是阳黄。好，到了没有治好，湿滞的变成阴黄。好，病也加重了，又变阴黄。好，所以茵陈膏非常好用。好，简短的三味药，但是句句是重点，三个药而已。我们临床上用的很多，我只要看到病人一黄，我就大便出来有没有大便？没有，结束了，我已经结束了哦。我以后你跟我看病的时候哈，我带诸位临床的时候，速度很快的哦，因为经验太多了嘛。我听看完已经结束了，啊，但是你看过一个症以后，你就会了。啊，所以要带诸位临床，后面还要花时间，啊，都带你，好，怎么实际上操作？好，希望各个案例都看到，啊，每一个很难求说按照顺序来，对不对？好，今天可能看到麻黄汤三个就看不到茵陈膏，老师，我就跟你一年也没看到茵陈膏，我说我怎么办？对，那关我什么事啊？那么这样找麻烦，那龟毛，好，那不可以这样做啊，我们尽量，好，尽量，好，你看这三味药呢？用水先煮茵陈，煮茵陈，因为诸位哈，湿很盛的时候，你要为什么要去煮？因为煮它的药呢，药味，我们取它的药的味，药味的话气它很重，对不对？我们后下都是取它的药的气，对不对？你要去湿，你们湿赶它那么多的湿内，我非要茵陈要多熬一下，对啊，他就先熬多好。你说里边十，比如说你9碗煮成好6碗，再把另外2味好大黄跟栀子放下去，再煮成3碗。好，然后早晚小便吃完以后，小便当你尿如皂角之，好色正赤，一束复检，黄从小便去，也就是颜色很红，很深红排出来哈，那应该会有这种反应才对，会有这种反应。那如果不是这样反应，你开错处方了嘛？好，这个很明确，很看得很清楚，那病人进来真的是鲜黄了，哦，我常常在用，一看鲜黄，好，那西医可能说，好，胆汁堵到了，胆结石堵到，或我才管你什么胆汁堵到了，茵陈膏汤。好，我不管你什么急性肝炎，就吃这个。好，大便堵到就可以用了。好，好，我们是中医是对症不对病。好，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去分它是有热有湿有湿，这样你才知道怎么开什么药嘛。好，药才不会弄错。好，252，好，阳明症，其人善忘者必有蓄血，所以然者本有久瘀之血。好，故令善忘。湿虽一边，大便虽然比较硬，但是大便好，这个反应好，其色必黑，以抵挡汤好，只有这个处方。它这个意思，抵挡汤呢，代表里面有淤血在里面，我们会用到抵挡汤。好，抵挡就是抵挡，只有这个处方，绝对处方，没有第二个处方。好，那
一般有血症的话，其实人都善忘。哦，这个血症的最明显的症状就是，老师你怎么知道他有淤血？最简单的就是渴不欲饮，病人呢口渴啊，那你拿水给他的时候，他要不要喝？你这不是捣蛋吗？啊，那你女朋友跟你撒撒娇，也就这不是哦，你不要给他啊，抵挡汤症。哦，那女孩子跟你在生气嘛？我口渴，那到我那买个水，不要，我什么都不要。你说抵挡汤，对，老师说抵挡汤，你太过了。好，他本来就很气的，对，你再抵挡汤攻下去，好，这下子给你翻脸了，啊，所以要有那个症才会需要用这个处方。好，那这个善忘，那这个一定有续写善忘。好，那我们下次我们再从这边继续下去。好，明天见。伤寒论第252条。这个阳明症，好，正是阳明，阳明就是实热症，好，指热，但热不寒。其人善忘，必有蓄血，所以然者，本有久瘀之血，故令善忘。湿非边，好，就大便虽然硬，但是很容易出来，色必黑。我们常常在诊断的时候，大便什么颜色？黑色，黑色就代表里面在排瘀，有淤血在里面，大便都是黑色。我们在治疗肝病的时候，不管是肝硬化、肝癌的时候，大便都是黑色的，因为我们在排毒。好，排毒，那善忘，好，善忘呢？诸位可以看这个，《灵枢》第80篇，哦，它叫做大惑论。这个大惑论就提到，上气不足，下气呢，过食，其人善忘，就会有健忘的现象，就会健忘。为什么会健忘呢？上气不足，我们人呢，如果说阳明燥实。哦，大便都堵在肠子里面，或者是下焦有湿热，好，大便堵到也是一样，上焦是虚的，这个时候呢，血气没有办法供应到上焦，到你心肺到脑部去，这个呢，上气不足，下气过食，就会产生善忘的现象。好，所以常常忘东忘西的呢，我们要看看他大便好不好。好，如果能够让他上气能够补足他，好，上焦就会能够治好。哎，这个人呢，善忘有蓄血，下焦是实，实可能是大便堵到，可能是有蓄血，像抵挡汤症。抵挡汤症的话，一般是腹腔里面有淤血，或者是子宫里面有肿瘤，有淤血在里面。好，那如果是膀胱里面有淤血堵到的时候，小便会不利。这个时候我们处方了，开方的时候是桃核承气汤，记不记得桃核承气汤调味承气汤加上桃仁跟桂枝，对不对？抵挡汤的话，我们就会用到水蛭、盲虫这种东西。好。那善忘，那你如果说有遇到淤血的时候，功用抵挡汤，抵挡汤是张仲景出的第二个处方，活血化瘀的处方。那这个处方一定要有这个症，我们怎么知道这个症？就是告诉诸位，善忘又有大便又有黑色的，好，那一定有蓄血，好，这就是淤血血症。好，一般来说，如果说我们穴道上触诊的时候，三阴交会找到压痛点，好，还有那舌头伸出来。你看那个舌头哈，齿痕很多，有一次有淤血。哦，